昨天子峰介绍他给我做老婆啊，一进来就亲我搂我抱我，他一直亲我，你有什么好意思，对不对？他最喜欢这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就这种调调的人嘛。他讲的了，他有钱不花要留给谁？我这么多钱我要留给谁用啊？对不对？给你买五张，那跟我买几张？月底啊，到时候再讲。那我买几张？阿美，我跟他交情认识太久了。啊，我们也是，我妈的天天陪着嘛，都帮我买个钱了。做牛做马的啊！买几张？没有，有钱可以了。像我没钱，我怎么行？这个给你十张。啊，不要，先不要给我，先不要给我。到时候用的时候再给你买。这个，你要卖几张啊？我60张啊，下次，哎，听说60张都没有红包的是吧？就等于说是给公司的，哦，等于一年他赚一次就对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。给他包2000了，我包2000块给他了。给谁啊？给你的朋友啊。要去哪了？我给他开一瓶酒嘛，包2000块。给了没有？给了。包给他了。你没看到哎？你没看到？他看到钱好开心的，在那边又唱又跳的。谢谢。